启师傅说故事：宋末元初时，有一位文人才子，叫做赵子昂。不但是博学多文的文学家，还是一位画家。他特别喜欢画马，对马情有独钟。有一回，他要画一幅有一百零八匹马的画。 好不容易已经画了一百零七匹，剩下最后的一匹。他构思这一匹马要四脚朝天，因为他已经画了各种马的种种形态，就只剩下四脚朝天的马还没画过。由于他喜欢马，想画马。 所以，便常常跟马在一起，观察马的性情、表情、动作、形态等等。可是，唯独四脚朝天的马，他没有看过。哎，那该怎么画呢？他不断用心的去想象、思维。 日也想，夜也想，吃饭也想，做事情也想，乃至睡觉做梦也在想，想的都入神了。一天中午用过了午餐，他就躺在床上继续想象比拟着四脚朝天的马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 这时，他太太正好进入房间，一开房门，一掀蚊帐，赫然发现床铺上不是她的丈夫赵子昂，而是一只四脚朝天的马。当下吓得一声大叫，啊、立刻倒退。 碰到门槛而晕倒在地，赵子昂被这一声给惊醒了。看到太太晕倒在地，立即将他唤醒，并问他怎么会昏倒在地。他的太太就将刚刚所见到的一幕告诉了他。赵子昂觉得很奇怪。 心想：明明我是睡在床上，怎么会变成马睡在床上呢？于是他便去寺院请教法师。法师告诉他说：“所谓三界微心所限，一切万物都来自于。” 我们众生共同的业力，我们的心想什么，久而久之形成了业力，就会显现什么。因为你经常想马，模拟马的心态与神情，入神到了极点。 不知不觉，身体就变成了马。颇有悟性的赵子昂听了之后心，心想：多年来,马多年来我画马、想马，没想到竟然变成了马。 那如果我画佛菩萨像，佛菩萨岂不将来我就成为佛菩萨了呢？此后，赵子昂就改变画风，不画马，也不画其他动物，就专画佛菩萨圣像了。 以上故事摘录自慧净法师《念佛成佛的原理》，马年谈马。介绍完毕。南无阿弥陀佛。